拥有100年历史的东京车站。我是阿布力，一名演员。9岁的时候从东北移民到日本。我今天来到的地方是东京临时乐园，是一个新的观光好去处，就在东京车站地下检票口的对面。这里是日本3大零食公司合作运营的一个只卖零食的购物中心，其中一个公司叫森永，他叫李思文，是森永第一个外国人销售员。一次没有台本的旅行，今天阿布力和李思文会进行一次 Boys Talk。这个乐园里有很多只有在这里才能买到的零食，比如这个像便当式的零食套餐。这个是刚刚发售的，上次不是有个限定永远打不开的啊？对，就这个。哦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这个。是吗？现在准备去哪里玩？等一下要去银座。啊，银座是吧？去上海。Shopping。那we had a matcha can。Good. Only sell it at Tokyo. Only in Tokyo. Yeah, only in Tokyo. 日本人吗？日本人の方です。あ、すいません。あの、まあ、ハイチュウ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、食べ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北海道と沖縄に。ああ、一番売れてるんですよ、この辺は。北海道はなんか、一番早い、最初作ったのが北海道ですよね。で、最近沖縄企画限定商品を一気に作りました。やってみよう。どこの人ですか？滋賀。あ、滋賀県なんですか？滋賀県。横浜とか行ってないですか？あ、行ってない。結構確かに方言出ますね。わかってて。かわいいなと思いました。何時の新幹線ですか？6時。あ、じゃあだいぶ余っちゃうんだ。これどうします？ブラブラします。ブラします。お菓子とか好きですか？チョコはやっぱり。はい、チーズ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何これ？个子高又帅气的李思文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？计划还蛮多的，有也有，但是这怎么说嘛，可能自己要求比较高吧。你比较喜欢哪一型的？比较喜欢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？我很喜欢堀北真希。结婚したけど。最近结婚了。最近结婚了。どうしようみたいな。どうしようって。他说，对于恋爱，日本女孩比中国女孩主动，而且不像中国女孩那么害羞。日本女生在这里可以说吗？可以。付き合いたいとちょっと遊びたい、ちょっと違うんです。タイプ不一样。遊びたいは日本女生。いや。そんなことない、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ないです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猜出来。没有。比较好奇的是，你为什么当初想来日本啊？我当初来日本的时候，在上海的时候不是很爱读书，其实我读的也是大专，也没读大学。后来是我找工作也不是很顺利，正好我有一个朋友来日本留学，那自己觉得好像也真的没有好好读书，想重新努力一下之后，那想要么我一直很喜欢日本，想去看一下。我就跟家人说，要不我去尝试一下。森永是很受毕业生欢迎的公司之一，听说20000人报名者之中，只有10几个人能被录取。这也是生产巧克力的一个生产线。这天，李思文带我们去参观森永的工厂。把脚底下那个刷鞋的。刷鞋的。
公司对卫生蛮的。風が吹き終わったら、デックス側の向きで前に進んでください。これ、香的巧克力的味道。这里是主要生产那个巧克力的一个来源。哦。开始会有一辆车到上面来，把它输进去之后，带着车到这边来。巧克力的原液，我天！十五吨哇，十五吨，一个这一个是十五吨吗？对。一个十五吨是我三十，六十吨。哇！再把它给输进来，再到上面。哦。这里是生产达斯巧克力的厂房。听说在中国出销的达斯很多都是在这里生产，在这边可以看到生产线。哦哦，这已经是第五双的孩子。总共是有几个步骤？七个步骤。七个，对，先要调制原液，然后再冷藏，因为是一颗一颗的嘛，比较容易。日本很多工厂都对一般民众开放，所以现在参观工厂是日本小学很流行的课外活动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生产软糖害羞的厂房。没想到害羞原来的形状是这样的。这个机器是确认物体形状的，包装、形状，差一毫米也不能出厂。日本的工厂对细微的事情很讲究。我这个热色桶，好多种啊。比如说这个，12个垃圾桶，它们分的也太细了。啊，易拉罐。スチールね。スチールとアルミ、スチールとアルミ。はい。还分颜色。啊。瓶、然后这是碎的。啊，碎的。碎的玻璃。瓶以外的。啊哎，这是茶色，茶色绿色，这是就是透明的嘛？透明的玻璃。分的这么细啊。金属。那么日本公司除了细致还有什么特点呢？现在开会相当长。相当长。但是也的确需要，但是就是从早上十点要到下午四五点有时候。一直开会。开一天啊。开一天有时候。但也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，就是报告比较多。在日本有个叫活连锁，一开始我这三年做的真的很差，觉得自己什么都能自己能做决定，但是很多时候都做错了，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。虽然说好节奏会慢下来，但是正确性会提高。你平常喝酒吗？平常酒会喝一点，但是酒量不太好。喝多了会怎么样？喝多了会睡觉。想睡觉。想睡觉。对。倒没也不会发什么酒疯。那如果旁边有一个你喜欢的女孩怎么办？有喜欢的，因为你比较你对他比较有好感的一个，有喜欢的女孩的话，我可能跟他说今晚什么？真的不要碰，真的不要碰，没关系啊。对，三弟那个，全然関係ない。女は、めっちゃ真面目な普通になんか。对，朋友们都跟我回去吧。啊，真的啊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会。我会说，你会说？我会说。再来。